刚走完4.1公里，现在大家都气喘如牛，然后下肢有一点不适，然后现在大家要走回去了。
我们现在要回台中了。今天是落难的，算是发生山难的第五天。我们已经获救了。我们要乘着 Hello， 我们要乘着客运前往台中。